足球、篮球、沙排球、羽毛球、冰球、垒球、保龄球，仲有乒乓球、圆球、黑球、全球，无时候来和我交手。做尖玩瑜伽、疯狂街舞、游水、泰拳、花剑、同功劳，要运动嘅真心冇嘢做到，粒石面就去跑山，回程就调理路舞。你话只需肯做，好体魄会照旧仍练到，想瘦身仍而不开心，运动点解咁冇乐趣好玩？我谂起都不。提上身心好，要将运动再给予世人。我说别担心，无穷抵抗力方法功能，各项运动每日狂操身心，同场就咪用晒嚟测基因。连问我是不少少痕，只不过我替疫情着紧，想瘦身人人都等等，运动雅之心每日也烧滚，双手伸灵魂都等紧，运动几分分要劲过啲菌先出飞身身。足球、篮球、沙排球、羽毛球、冰球、垒球、保龄球，仲有乒乓球、圆球，几时才能约定几个老友再追头再追头？你点知今日会好天噶？唔知噶，希望在明天啊嘛。